主席好，主席，我先请一下署长。好，我们请邱署长。杨委员好，署长好，署长啊，刚刚哈，刚好雪山隧道哈发生了一个火警，啊，所以大家才注意到隧道的安全跟离岛的紧急救护。事实上，离岛的紧急救护存在很久，啊，也一直没有获得一个很彻底的改善。好，我大概先问署长一个观念，就是说，之所以要空中后送，是不是就是表示在现有的医学可能范围内，有可能把这个人救活，我们才需要空中紧急后送嘛？对不对？对，原则上应该是这样。然后能力上有限制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可能送，对不对？就是说在澎湖或者在金门、马祖，医疗设备不足或者医事人员不足，可是到台湾本岛来，有可能才需要空中后送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他的医院的层级有关系。好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病人假如他发生他的身体状况发生问题，他不是生活在离岛，他是生活在台湾本岛，他通常可以活命的，通常可以，对不对？对嘛？假如通常不行，也不需要后送了嘛。好，那其实澎湖每一年经由空中后送转诊程序送过来台湾本岛的病人，因为时间的延误，大概有10%左右会在空中转诊的时候，或者是送到台湾本岛的医院就往生了。这个每一年10%的人，我们称为亡死者啦，亡死的啦，他不应该死，但是他死去。好，所以怎么缩短空中紧急后送的时间，就变成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不是这样？是，我想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目标。好，刚刚赵天霓委员说，你们算出来的空中后送的时程是3小时啊。你若去平遥问看，有一件3点钟有法通送到高雄啊、台北的。我在有在你，我现在哦，来，处长你较知吧，我你讲来，3点钟恁怎样算出来？跟委员报告哈，我们再来这个算法是从医院报到我们空中转诊中心，正式跟空中转诊中心申请要就调派直升机，这个时候开始算起。那因为病人他们都会非常担心家属的情况，所以他们会在一开始在医院端说到要谈要后送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期待这个时间马上开始。但是一定要我们空中转诊中心收到资料，才有办法进行流程。我用你们的流程，好，以没有任何人为的拖延计算出来的时间，上少要4点钟啊，上少要4点钟。我常常讲，住伫离岛的人，像阮平遥人，大概爱比台湾本岛的人吼，命运超过4点钟啊，生命力必须要强过4个小时，才有办法获得救命的机会啦。按若无就无啦，4点钟啊，怎样算的？爱甲您讲无？这4个小时就从事故发生到送到澎湖的地区医院，然后开始进行急救，然后把资料送到审核中心，啊，审核中心大哥，好，再看民间公司或者是空勤总队，空勤总队的时间还比较长哦，后日那是要民间航空公司。恁只下来是要2个小时内起飞哦，无人通等只2点钟啦。哦，然后在飞机准备起飞的时间，再加上飞到澎湖，再过来，而且我是算只到高雄哦，只到高雄才有办法。然后
再从小港机场运送到特定的医院，这样子最少最少四个小时。好，四个小时会不会太长啊？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真正的努力哈，这个除了这个以外，还继续努力的就是在地医疗，强化在地医疗。所以我们很多的策略啦，大概都是要把当地的医院，把它提升它的能力，起码到中度级以上，然后呢，再加上医学中心的资源，各方面呢，我们希望把在地要强化，这个是比那个重要。你讲的这个部分确实是最重要的，可是，在你还没有完成之前，好，你老公记住晚行啊，啊，我们讨论这个就变得没有意义，好，可是你还没有完成，那还没有完成的时候的这一段期间，怎么来弥补？我们现在探讨的是这个问题。是，我想两方面我们都进行。好，第一个当然是在地医疗继续的强化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如果这个时间呢，在转诊的速度方面，我想我们会把流程再做一些改善。对，我代表澎湖的名义讲一句话，可以在澎湖本地获得妥善的治疗，没有人愿意搭直升机，没有人愿意的。好，卫生署目前所规划的未来空中紧急后送，会由谁负责？好，还是我们的照护处，当时以后叫照护师啦。处长，你们给我的流程表示说，你们优先考虑民航公司。是，中原报告哈，因为民航公司，我们一直希望把所有的资源能够放进来。那在当时为什么会先考虑民航公司？因为一方面是民航公司它如果有不同机型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依据病人不同的情况调派不同的机型。例如，如果它有固定翼，像有一些要保温箱这样子的小娃娃，其实有固定翼的飞机是会更适合。可是民航公司第一，它起飞的时间过长，我刚才讲过了，对，两个小时，等于说现在我们刚才算爱四点钟对不？等到到民航公司的时候，必要六个小时。好，我恐怕澎湖人的生命力虽然很强，可是有没有办法让你们无限期的拖延呢？那个民航公司的部分，我们过去也一直在协调，主要是因为我们空勤它要起飞，不需要再经过一道申请手续，民航航空公司它都需要再去做一道申请手续，我们这里也一直在协调，希望能够缩短。然后你们现在没有让民航公司来承揽，是因为我没有招标，但是因为现在民航公司它有一些其他的考量，我们第一次招标在5月8号，那这个因为没有未达参加，所以第一次招标是流标的，所以我们会进行第二次的招标。然后你们招标的计划上面哈，要求民众要自付5万哦。这个是在我们相关办法里面的规范是这样子哈，这个民众要自付5%，那由我们中央来负担95%。那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为什么？对，主要的目的是也希望，因为我们只要我们以澎湖为例，起飞一趟是26万，就他只要起飞要26万。阮平阳有条件保护员嘞，我们已经很委屈，必须要搭直升机了，我们还要负担直升机的费用。这个部分哈，其实在相关办法里面哈是去做制定的，但是处长空勤的部分哈，目前是都没有收费。处长，我跟你沟通一个观念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我只要可以在澎湖获得很好的治疗，没有人愿意搭直升机的。好，阿弟今直升机招标，佮要求平阳被自付5%，你会不会觉得欺负离岛的居民欺负得太严重了？离岛对我们来说一直最重要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。我们非常重视离岛，那这个部分，因为它会有离岛的居民哈，就是说他的性格通常比较不会计较，所以中央就予取予求了。但不敢讲吼，阮坐直升机，生命的风险比本岛人高，然后我们还必须要自己负担直升机的费用。好，这个、我现在这样子讲，假如你们这个办法真的实施啊，好，我一定会跟你们卫生署算很清楚的账。跟委员报告，这个办法已经实施多年了，我们可以再下去做。你知不知道那天有一个三难走丢的评估？三难走丢的，因为误以为收旧必须要负担费用，
因某唔敢去报案啊，因为安尼哦，安尼死去的啊。恒无人很有钱吗？金门人很有钱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们负担5%。处长，你这个吼、哦、回去赶快改啦，回去真的赶快改。好、哦，没有，不用检讨了啦。这个不可能叫，哪有说一个医疗让你们卫生署负责？你们没有能力把在地医疗处理好，然后搭直升机，必须要负担延误就医的时间点，然后又负担直升机的费用。世界上哦，这种地。不过哦，我现在在看呐、啊，应该是由空勤总队哦，在澎湖设一个分队比较好了。哎、欸，空总。空总来，时间无啥搞了。空中勤务总处副总队长，喂，你好。哎，副总队长，刚刚你在回答赵天麟委员的时候的讲法，好像是。金门、澎湖、马祖不应该各要求一架直升机一样，不是，好像说金门要求了，给金门以后澎湖也要，那不应该吗？不是，我是跟委员报告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能只考量金门的一个问题，就金门、连江、马祖这些、澎湖这些，我们都要整体做一个考量。那你们只要问题是我们的飞机数量不够，因为现在连江有嘛。不是他那个是私人的，他那个是卫生署是跟私人去承租的，民间的。卫生署出的钱吗？对对对对，他承租民间的。卫生署出的钱？对对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连江县要不要付钱？各位员报告哈，其实所有的规范都一样哈，目前的办法都是卫生署出95%，连江的情况是这样，在我们98年再做标示后，因为没有民间航空公司要来标售。所以不是就要参与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标的时候，金门跟澎湖都希望由中央来统一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采购案，但是连江希望由他们自己，因为他们误计太长。是。来，副总队长，来，我现在的意思是说，假如离岛的空中后送可以由你们来负责，第一速度比较快，好、哦，然后为什么要求派驻在澎湖，是因为你们不只负责三难啊，站在台湾本岛的立场，永远只看到三难。你们知道还有海难吗？直升机进驻澎湖，刚好可以负责整个台湾海峡，就近负责整个台湾海峡的海难嘛。海难搜寻有没有道理？跟委员报告哈，那个。空中那个救灾、救难、救护都是我们，要支援的任务，这个绝对没有问题。我现在是说，你放一架飞机在澎湖，因为现在我们的飞机的数量有限。几架？几架？我们现在飞机是27架。27架。可是要考虑到27架要求你几架更牛？包括27架里面有些任务是不同，有些是要做空照的。那我们27架里面不是每一架都妥善，要妥善机，我们妥善大概在60%左右，所以27也要乘以6、啊。就是说，你们有40%。的不妥善机，这个连军方也大概就是六，大概都大家保持在60%-70%，我们大概在60%-70%左右。不妥善机就是背起，就是平常就是要他一到时间以后，他那个飞机跟我们车子不一样，那飞机是时间一到你就是要进场，就是要检修，跟我们车子不是说开坏了再来检查，不是这样，就类似像我们车子有定期保养一样，就是说时间一到我们就要进来检查检修。那你27架。40%，那还有15-16架啊。那我们有2架定义机，15-16架，你放一架在澎湖，一方面可以很快速的将澎湖的紧急后送处理掉，另外一方面要支援到金门去，时间也比从台北短得多。第三，澎湖刚好位于台湾海峡的中间，海难发生最频繁的地方，你们负责海难修。搜救的时候，
直升机直接起飞，这样子不好吗？跟我们报案，因为我们也有些飞机啊，它是没有紧急浮筒，所以并不是说这就全部的飞机都可以做海上飞行，有些飞机是不能做海上飞行的。那你们就找可以的、啊。那所以我们剩下的飞机数量是比较有限，所以我们跟委员报案就是说，以后我们EH-60飞机进来以后，我们再整个什么时候会进来？104年会进来。104年，平友郎大概104年都是包包围那个澎湖的 EMS， 我们每趟都做，只要。那个卫生署一交代，我们每趟都做。我现在讲的就是你们从台北过去还要增加70分钟。澎湖大部分都是 EMS， 大部分都是飞高雄，因为我本身是高雄的，我知道澎湖人大部分都住在高雄，所以大部分都是高雄跟。可是你们飞机从哪里起飞了？啊，你们飞机要去澎湖的从哪里起飞了？大部分都是高雄起飞，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要从澎湖再到高雄。所以你们高雄有放飞机嘛？有。那高雄有放飞机，为什么澎湖不能放呢？报文就是说我们，理由是真正需要的嘛。报文，我们还是要等到整个飞机数量充足以后，我们再整体来考量。你们这个团队莫名其妙到底。谢文，那你澎湖的每架你放在澎湖要支援高雄处理事务也是很快呀、啊。报文。一般的事务没有差这30分钟，紧急后送就有啊。澎湖的 EMS 我们从来没有一件跟澎湖那个是耽误过，跟文特也不好，真的，我们对澎湖真的是每一趟都做得很好。没有耽误过，没有耽误过，你。谢谢文，谢谢。